谷祥平资料照，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。日本球星头打二刀流大谷祥平争夺战，根据 FOX 知名记者罗森索 Kanrazenso 指出，目前包含道奇、水手、教士、小熊、巨人、游骑兵以及天使等七队确定有进入大谷的第二轮面试。大谷祥平季后透过新版入闸制度挑战大联盟，母队日本火腿人可拿到$20,000,000的入闸金上限，但他只能签小联盟约，球队可给他国际签约金。根据 ESPN 报道，若依国际签约金额度来看，游骑兵以$3,535,000最高，巨人则有$1,835,000，水手则有$1,557,500，天使有$1,315,000。而大联盟官网指出，而巨人、教士、道奇、小熊都只能给大谷祥平$300,000的国际签约金。包含洋基外、双城、红袜、白袜、响尾蛇、运动家、酿酒人、海盗、蓝鸟、响尾蛇、勇士、光芒、大都会等球队皆已经出局，其他球队则是情况不明。